姥姥，姐姐说她吃沙琪玛，你给她做。你小子想吃了吧？姥姥家的芋头干的不仅你吃啊！哼，你不给我做，我就把这都倒掉。你小子还治不了你了嘞！姥姥今天给你上一课。姥姥，你怎么用辣椒做啊？别人都不是加这些啊。姥姥家就带条件，做什么你吃什么。姥姥，你这沙琪玛什么味道啊？姥姥做的你买的都吃不到这个口味。姥姥，你这有点香了呢。你等着，待会更好看了。你还会做沙琪玛呀？嗯，真好吃。嗯，好吃吧？嗯，我说太好吃了。